接下来我们看到解救同胞杀猪拔毛的这个口号，杀猪拔毛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剿共运动时的口号，其中猪指的是朱德，毛指的是毛泽东。先倒入糖粉，然后拿竹签并将水甩干，接着投食盐硬币，最后糖丝喷出时将竹签缠绕糖丝，棉花糖便可完成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五财神庙，那我们现在请心仪大师来为我们介绍拜拜的程序。好，拜拜的程序呢，就是当你们走进来的时候，通常右边的地方会有那个卖金啊，然后卖金子跟卖香的地方。哦，有哦，里面有金子。对，我们是摆在里面的地方。那我们进来看看。然后呢，通常呢，我们就拿一份这个，然后再投个看你要投多少香油钱。可是这边呢没有那个钱筒，所以就是看要放哪里都可以。然后拿了之后呢，这边有。我们的功德箱通常就是看你的心意，通常都是100块哦，所以功德箱就是投钱的。对，就是油箱钱这样。好，然后拜拜的顺序呢，就是我们拿好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去点香。点香是点几支啊？通常看我们里面有几个香炉呢？我们里面只有一个香炉，那就是3支哦。那我们点了之后呢，我们首先呢是先往外拜，就先拜，然后看你想要讲什么，然后拜完之后呢，再向里面进来之后呢，拜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插这个地方，然后插下去呢之后呢，我们就再拿着刚刚的这个金纸啊，然后我们来把它烧掉，去跟他讲。跟神明讲一下说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跟你求平安啊，祈求你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，然后之后呢拿着这个我们就可以去金炉把它给化掉。这边的金炉在哪里？哦，所以那金炉化掉之后呢，我可以广归或者是抽个签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你想要求什么的话就要问。是我拜的时候就问吗？对，拜的时候就问。那问完之后是不是就要来这个广归呢？是吗？你要先问说你想要求的是什么，然后呢你去抽一支签，然后广归如果是连续3个许归就代表他同意你拿这一支签，那这一支就是你的签。但是如果都是撤归的话，你就要继续抽，然后刮连续3个许归才是代表是神明要你拿这一支这样。啊，许归长怎样？那撤归长怎样嘞？帮我拿一下。要拜的时候我们先拿这样，然后就这样绕一下，然后就这样画了。这个叫做撤归，撤归就是两边都同边朝上，然后再来。这个就是数归，一上一下，一正一反，这就叫数归。哦，那如果是这样，也是撤归吗？这样的话也是撤归，但是我忘记是哪一边，有一边叫硬归，然后一边是撤归，反正就是同样的面的话，同样面朝上的话，那这个就是没有。所以我们就刮到有圣杯为止。对，刮一正一反就是属龟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是的。好的，谢谢大师的解说。没有啦。
头疼、卡寸疼，还是脚疼、切怕、空吧空空、空九里、空空空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水火同源。水火同源位于台南市枕头山西南方、碧云市东南方约一公里处，又名水火洞。由于它的地质构造特殊，崖壁有天然气冒出，所以点燃火焰后永远都不会熄灭。而且呢，崖壁的隙缝同时又有泉水涌流，于是呢就形成了水中有火、火中有水的特殊景观，名列为台湾七景之一和台南市八景之一。这是位于台南白河区的林初皮木棉花岛，木棉花季约在每年的三四月期间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木质展示品都可以到商品区选购它的组合包，再到这间教室将会有工作人员协助进行 DIY， 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享乐的活动哦。本人也觉得很好吃，好吃，好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大家欢迎来东山玩。第一地狱，生前罪孽深重，发配受刑，打入各殿受应得之刑罚。老板，客官你好啊，什么都当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我要当这一台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嘛，看它值多少钱。这什么？我算算，让我算算啊、嗯，我看看，差不多啊，20万钱。20万钱。20文。20万。50万钱，再多就不行了。50文。那老板，这至少要100吧？什么东西？看我这个女高级的产品，我才都我才收的，这个我平常不收的。这很高级耶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才你说多少啊？这20到50万钱多。我不当了，不当了，不当了，不当，走走走，拿些怪东西来，快走。为官贪忌，滥用职权，刁难老百姓者，应受五头斩之刑。
三地狱，不务正业，横行霸道，欺压善良者，应受十轮碾磨之刑。强奸妇女或通奸害夫者，应受炮烙之刑。第五地狱，贪图私利、作伪证害人者，应受挖眼之刑罚。贩卖毒品、制造伪药及假酒者，应受下油锅之刑罚。第七地狱，欺骗妇孺，用非法仙人跳之手段取人金钱，害人家破人亡者，应受石锥穿心之刑。用不正当手段偷金劫粮，贪图非分之财物，应受狗吃蛇咬之刑。第九地狱，目无尊长、忤逆父母者，应受大秤之刑罚。强奸、轮奸妇女及杀人者，应受五鬼分尸之刑罚。第十一地狱，窃盗、诱拐及诈骗害人者，应受石磨之刑罚。强盗、杀人及劫财者，应受砍四肢之刑。十三地狱，不孝媳妇、忤逆翁姑者，应受巨石所压之刑。遵循对象吃软饭或贩卖人口、妨害家庭者，应受刮脸之刑罚。十五地狱，诈财倒会、害人跳水、悬梁自杀者，应受火度抽肠之刑。
箔、榨汁及贩卖为品者，应受切腹之刑。十七地狱，专门制造谣言、搬弄是非、假罪他人、教唆杀人者，应受拔舌穿腮之刑。饮孟婆汤之后，领凭证，受胎转世，经轮回出生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台南市，然后关田区的龙田酒厂，龙田观光酒厂。滚！我老大要吃饭，你怎么可以去路边要啊？